为期三天的北地要南营活动，最后一天是来到永康大湾来进行钓竿祈福。大约有40根的青钓甲顶头是沿着大湾路、平洲路、永代路到大湾凌霄宝殿步龙宫，周边满满拢是看顶头表演的民众。市府民政局长也希望利用台南400这个机会，和全市的全体上帝做伙为着台南来消灾祈福。为期三天的北地耀南营活动，最后一天是来到永康大湾进行绕境祈福，由大湾凌霄宝殿母娘宫、延安上帝庙、中西区北极殿、大上帝庙，大约40根的神轿甲顶头，对昆山科技大学出发，绕境队伍沿着大湾路、大湾公路、民族路、永代路二段，到大湾凌霄宝殿，母娘宫董事长王大明也骑上准备参与绕境。难得400年，千载难逢，今仔日拢齐聚一堂，来到咱凌霄宝殿天公庙武龙宫。上主要的，咱上帝讲啊，坐神尊啊，会当人聚集灵气，所以啊，使咱整个台湾会当人风调雨顺啊，百姓会当人安居乐业。伫所有绕境神轿来到武龙宫庙埕集会，周边也挤满了观看顶头表演民众，并且也展开祈福三献殿大典，以及准备阎王庙招待各宫庙神尊。市府民政局长蒋林环表示，利用台南400年的机会，和全市恒天上帝做伙为台南消灾祈福。准备拜，再拜。咱即届啊，所以即现在上帝大家拢会当配合，而且吼，会使讲集神器啊，所有即神威拢会当大殿神威啦吼，啊来啊保庇所有即市民，比如大家当合格合家合家拢会当平安啦，大大小小拢会当顺利。尤其今年也是个龙年啊，龙年啦吼，啊咱也会使讲是大发展的一档，啊祈求即新春会当保庇，哦咱大家拢会当平安顺利，啊逐间宫庙拢会当向我顶升。大安凌霄宝殿武龙宫表示，这次台南400北地耀南营活动，一当讲是百年来难得看到，有全台南市各区的恒天上帝庙来到武龙宫莅临参拜，并且进行三献礼大典，因此是经济济民众围观，甲民意代表共同合掌祈祷，让北地耀南营活动会当顺利圆满来结束。记者萧敬伟，永康区采访报道。